近日，29岁的布鲁娜·比安卡迪宣布与内马尔分手，两人不再是情侣关系。内马尔多次出轨令布鲁娜·比安卡迪无法忍受。据悉，内马尔年少成名，风流成性，从来都不是安分守己的人。私生活混乱的内马尔对感情没有忠诚，在社交平台上，布鲁娜·比安卡迪写道：“这是我个人的事情，外界有过猜测、曝光、调侃，我再次确认，我已经断绝恋爱关系，我们将共同照顾女儿 Mavie。”他是我们保持联络的纽带。去年1月，内马尔和布鲁娜·比安卡迪确立恋人关系，同年8月两人宣布分手。今年2月，内马尔和布鲁娜·比安卡迪复合，到了4月份，布鲁娜·比安卡迪宣布怀孕。今年10月，布鲁娜·比安卡迪生下女儿，没想到女儿出生54天之后，两人又分手了。目前31岁的内马尔已是两个孩子的爹。我们